still. These ar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for the next 6 hours. The weather now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罗宾少校，准备的怎么样了？古使者，我们这边没有问题，随时可以起飞。好，何副官，走，命令洪子杰半小时后出发。是。你怎么来了？我答应你的饭，看来得等我回来了。又有行动了？马上就要出发了。什么时候回来？那得看任务什么时候能完成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看见我洪大哥了吗？你找你洪大哥，怎么跑到胡医生这儿来了？找他找不着了，看见你了就问一问。你找不着就继续找嘛，我又不是你洪大哥的贴身保镖，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儿呢？时间差不多了，祝你们一切顺利。谢谢。啊，回来见。再见，胡医生。再见。洪子杰，到。任务完成之后，不要从死亡峡谷撤回，设法赶到土著部落的领地，因为那儿现在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我们管辖的地方。再从那儿争取赶到张建功的房地。是。等着你们胜利归来的消息。出发吧。起！子杰和他的特战队出发了，对，又一次的深入虎穴。你想想看，像洪子杰这样临危受命忠于党国的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还有查下去的必要吗？话不是这么说，顾师长，以我个人来说，我也特别想相信洪子杰啊。洪子杰在你这儿确实是有勇有谋，是我们党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他现在的身份没有查明啊！啊，我们必须要查明他的身份才行啊！你现在就给他派出去了，这人一撒出去，我哪儿找他去？你非要把我的部队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才肯罢休，是吗？话不能这么说呀，顾师长，啊，我们党国的军队，并不是某个个人的武装。我们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啊，像洪子杰，他就是我们的枪杆子，我们这个枪杆子里边有个方向的问题啊，我们才知道这个枪杆子咱们怎么用的。
你说你是已经查了一溜了，有什么发现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顾师长，像你派洪子杰，一派出去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怎么能发现？这件事情，我还正想找你商量呢。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咱们能不能去找找他身边的这些人，让他帮助我了解一下，在他身边的人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想也能够知道他天天做什么说什么，你觉得行吗？刘专员，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希望你立刻停止这种调查，否则我就要向国防部申诉了。好，我也希望查不出什么证据。可是你知道哪块云彩就下雨啊？啊，Edward's aircraft has lost signal. Don't worry, Ella. Edward is our best pilot. He will be fine. を連れて奴らを包囲しろ。もし今回また奴らを逃がしたら、天皇陛下に謝罪してもらうぞ。那时候我看见鸡哥的伞没打开，鬼子来了，谁撤退？天亮就找小鸡。撤。Edward, can you confirm this? Yes, sir. With the flight altitude and the weather condition, it was impossible to make the airborne. Jilian Chang would have certainly died. Sir, I told you yesterday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 would not allow this flight, but you purposely concealed this information and requested my Edward to forcibly take off. Enough, Ella. Enough. Don't you know how urgent it is to destroy the Japanese airport? And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The climate here is a problem. Rainstorms, wind, weather change. Yes, but sir, this directly means them. On the failure of the landing on the designated area. Right now, it will be real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break through the Japanese blockade. And the mission of destroying the airport will surely fail, leaving Hong's team surely to the die. Edward, yesterday, the problem was not the weather. The problem was the aircraft. Why didn't you follow the standard checking before the flight? Sir, are you blaming it all to Edward? You had to listen to me.
We cannot reveal this bad news to Commander Gu at the moment. Why? Commander Gu will know sooner or later anyway. Not now. If not,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will be even worse. Well, I will arrange to move you to the Indochina base for recupe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Get out of this dangerous place. I will clean up this mess. Good. 罗宾，洪子杰他们空降顺利吗？爱德华刚刚已经向我汇报过了，行动非常顺利。洪子杰他们都被投放到了指定的安全区域。是吧，爱德华？是的，一切顺利。那就好，那就好。我这右眼皮子跳了一晚上，这下我就放心了。其实我这儿不忙是好事。当然了，这现在大部队都在休整，战地医院也该轻松轻松。嗯。不过我听他们说，好像这鱼饵师就洪子杰他们那个特战队还在执行任务。他们还在执行任务啊？执行什么任务？危险吗？这跟日本鬼子打仗，哪有不危险的？没事，怎么惦记上他了？没有，我们毕竟是同学一场嘛，又在这里重逢，关系肯定会比别人要多一层吧。这个洪子杰，我上次好像听你跟我说过，那时候在学校，好像是个挺不错的人才，是吧？算是学校里的意见领袖吧，经常举办一些演讲论坛，很活跃的。这作为男人啊，要想立足于世，就必须得有一些跟常人不同的想法。那他那时候在学校都说些什么？都是针对于时政的吗？哎，刘叔，您从一进门开始就在问他，您对他这么感兴趣啊？我对他能感什么兴趣？丫头，我这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啊，这没准以后他也得叫我一声刘叔叔。哎呀，不可能，不可能！刘少爷，你怎么能听那洪子杰说话呢？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呢？哎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去帮我看看食堂中午吃什么，去吧。早上不是吃过了吗，小姐？又饿了。等等。你对这个洪子杰意见挺大呀，刘正言，你可不知道，这洪子杰可太不是东西了。民国26年的4月初3，要不是他，我们小姐能生那么大一场病吗？这可都吓死我了。你别胡说八道，我生病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刘正言，那天他把我们小姐骗到湖边溜溜，等了他一天，那洪子杰就消失了，到现在都没见踪影。你看小姐现在吗？我叫出去。
你这记性可真好！今天是我们小姐生日，你说我能不记着她吗？行了行了，我不听你们这些了，我这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走了啊！哎，好，没事儿啊，行，好好照顾小姐。啊，你放心吧。刘叔，您慢走啊！张爷，您慢走啊，张爷。刘叔，再见。哎，您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外说呀？ 这吃完都堵不住你的嘴呢！说什么？我和洪子杰的事儿，以后你少管。周瑜の負担に連絡。中国特戦隊を兵力保衛をやって、岡崎課官に安らを、回しろと伝え。はい。行け。 这洪子杰可太不是东西了。民国26年的4月初3，那天他把我们小姐骗得胡边溜溜，等了他一天，那洪子杰就消失了。你这记性可真好。那天是我小姐生日。主任呢？我是是非啊。您还记得民国26年5月12号那个案子吗？就是阴历4月初3，南京派往上海。 党部档案局的邱副局长被刺一案，我认为当时作案的人是洪子杰。啊，是这样，下午呢，田秘书把这个案子所有的详细材料会给我传过来的，我再好好研究研究。您放心好了。好，再见。 你是他们的长官，我怎么听说你们中国特战队有4个人？另外一个人在哪？不会是死了吧？废话真多啊！你们枪里的子弹不够杀死我们三个吧？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你们。你们中国特战队屡次骚扰我们军防区，我们的司令官阁下很想认识认识你们。司令官。
者め。これがお前の慣れの果てだ。すぐ府外諸君と羽鳥閣下に報告しろ。はい。よし、わかりました。諸君閣下、特産隊隊員は岡崎軍に射殺されました。よくやった。これであのハエどもごときに巨大な創作人力を費やす必要がなくなった。これで天網計画の推進に全力で取り組むことができる。諸君閣下、アキラ君の報告で空港の方は終わりました。次の指示ください。アキラはやはり無駄なことにはならなかったようだな。服部君、総本部へ報告してくれ。中米英連合軍、特に正面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重慶軍領西団に対し攻撃予定であった我らが大日本帝国の爆撃機はすぐにも老虎碑の飛行場から飛び立つことができると。はい。それともう一つ、すぐ誰かを連れて岡崎のところへ行ってくれ。シナ特戦隊員の死体を回収するんだ。はい。分开一天就不认识我了，还好最后降落伞打开了。你小子命真大。哎，小姐，刚才那几个鬼子是你打死的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声的。哎，齐哥，这美国佬这避弹衣可真不咋地啊，我这胸口跟给熊瞎子怼了一圈似的，疼死我了。你就透着乐吧啊，要是没有这身情动，咱们见了阎王爷了。闭嘴，拿上装备，找个安全的地方重新行程。撤。是。第五飛行隊隊の飛行機は明日空港に進駐する。我々は主体工事を絶対に完成させろと司令部の命令だ。分かった、問題ないと伝えろ。しかし、これが脱走した以来、残った人は半数もない。近くの収録村から労力も足りてない。年寄り、女子供、人間なら誰でもいい。みんなひょっぴいてこい。はい。人都跑了。肯定都让鬼子当老公给抓走了，今晚在这儿过夜，天亮了赶往日军机场。队长，这地儿能安全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没错，这一看鬼子就来过，肯定不会再来了。ハドリ閣下、特戦隊は軌道の方向に逃げた。権田君、
お前の特産隊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て締め殺せ。はい。是的，那个刘庄园最近没有继续追查。看来他也没什么证据。张建功给他的材料，他应该仔细阅读过。但是，他最近跟那个叫胡蕊蕊的医生走得很近。这也正常。这个刘专员在这儿没朋友，闲得无聊，正好长官的女儿趁机巴结巴结。听说胡蕊蕊跟洪子杰曾经是同学，您觉得会不会是刘世飞在利用胡蕊蕊的关系，依然在调查的洪子杰？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这样，你抽空找这个胡军医侧面聊一聊，看看什么情况。是。至于这个刘世飞，毕竟是重庆派来的要员嘛，到了咱这儿，咱们还是得好好照顾一下他的人身安全。你看，是不是应该给他派一个懂点事儿的警卫了？明白，人选我去挑。去吧。是。你这是在干嘛呢？蕊蕊姐，你不知道吧，咱们这个丛林地区啊，瘴气特别重，每到这个季节疟疾就会爆发。用我们部落里特制的这种汤药，把它撒在营区里，就能有效地预防传染。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汤药可以用来消毒？对，就是西医里讲的消毒。可惜洪大哥他们走的时候忘了让他们也带一些了。哟，胡医生你来了。赵院长，正好啊，这土药熬好了，一会儿你负责去给顾师长的指挥所喷洒一些。好。那刘专员那儿是不是也应该消消毒？哎呦，你看看我，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你就捎带着都管了吧。请进。刘叔。啊，蕊蕊啊。哎，找我有什么事啊？医院刚刚有一个新规定，让我们给营房统一消下毒，预防疟疾。哦，那你们弄吧。是这样，刘叔，这个药啊是当地部落的土药熬制而成的，气味不是特别好闻，所以我在想，要不您出去转转，等我弄好了我再叫您。也行，那正好我出去透透气儿，你们弄吧。好嘞，那麻烦您了。好，没事。好，去吧去吧，门关上。角落里都重点消下毒。老大，咱们弹药丢了，机场是炸不了的，估计这次任务瞎了。
瞎什么瞎？丢了就丢了，等明天天亮，咱们再把它找回来嘛。天亮了，大白天的，咱们在敌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就咱身上这点弹药，一旦遭遇鬼子，凶多吉少。粥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兄弟们，查点监控，好好的喝口白粥吧。这还叫凑合？这趟任务我们四个相当是与死了一回，现在还能喝上这碗粥，多不容易。哎，老罗，你说如果我们能够未卜先知，明天就死了，这最后一顿啊，你想吃啥？那肯定是你嫂子炒的辣子鸡丁了，又麻又辣，回味无穷。哎，这辈子吃不着了，就只能到那边真见了你嫂子再吃。我这没吃过，听着就香。七哥，你呢？都要死了还想着吃啊？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剩下最后一分钟，跟心爱的姑娘说一句，下辈子还等着我。你听见没？这刘过杨的就是不一样，这听着都那么痛快。什么叫痛快呀？那叫浪漫。哎，你呢？我估计我死的时候啊，还得跟我们老大在一块儿。我老大吃啥我吃啥。老大，你想吃点啥？哎呀，可惜这院子里头没有养马啊，要不然你真该去拍拍马屁。马屁没拍着，拍马蹄子上了吧。我想是蟹壳黄。那是什么味儿的呀？好好喝你的粥吧，啊，人活着吃什么都行。喝完了早点休息。是。慢该换岗了，怎么不叫我？不困，你再睡会儿。从我认识你到今天，没见你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怎么，有心事儿？能有什么心事儿？从我们救出爱德华之后，其实我一直有意的想接近你，但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着距离。而且不仅仅是我，还有老罗和跟着你多年的上官。人与人之间保持点距离不是坏事，尤其像我这样的人，谁跟我走近了都没什么好结果。如果小白还活着，你还一直想着他。他那么年轻，如果不是跟了我，他现在应该活得好好的。可我很少见你提起他。生命这种东西，当你失去了，没人知道的；没有失去，没人感到的。我们只能静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几乎不近人情的去容忍、接受的，
直到我们自己离他越来越近，几乎被他吞没的时候，我们就能坦然地面对。这大半夜的，又是生又是死的，这觉看来没法睡了。天快亮了，别赶岗，那咱们两个就一起值吧。这是我们江某的方位，这是现在的位置。我回忆了一下补给吊桥的方向，以及当时的风速和飞行高度，它应该就在我们的东北方，距离不会太远。老大，你意思我们还真的要去找找？一旦鬼子发现他们，会暴露我们破坏机场的战略意图，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鬼子发现他之前先找到他。眼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是你把我灵魂唤醒，在一起患难与共，肝胆相印，用生命眷顾生命，用真情互动真情，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笑看谁是英雄。黑夜里温暖感动，我们等待黎明，兄弟。